在是打算在这部电脑上面去安了 Conda，然后再装一些相关的一些 Python 的一些软体。好，那我们现在 Google 的页面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先打安了 Conda。那我们直接到它的首页。那我们这一部电脑是 Win 10的电脑，然后这边有一些前面有一些介绍，所以我们这边到它 download 的地方。那因为我们的电脑 Win 10的64位元的。所以它这边装的话会是Python 3.8，好，我们先装这个版本好了，先把它装起来。所以要 download 大概会花一些时间。好，那已经下载好了，我们当然就把它打开。所以这里的话，我们用系统管理员身份去执行安装。我们安装的，OK。所以呢，它的安装也很简单，就是 Next。读一下它的 license agreement，稍微读一下。当然要同意。OK，那基本上我们装的这部电脑是给所有的这部电脑所有的使用者。那因为我们是已经是用管理员身份，所以这是 OK 的。那，我们就装在这个地方好了，在Program Data 这里。那它需要的空间是2.7 GB 所以也不算太小。然后就。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些选用的部分。那我们是把它加到我们系统的路径他说是不建议，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加上来。然后应该就好了，所以这个 next，
所以我们在 next，所以应该就装好了，好。那我们看一下，然后所以在这边的话，我们装好的部分应该是在这边。它里面当然有一些，我们看一下，它是在按冷空档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当然就先开启它的按冷空的 Navigator。好，这里面呢，我们当然是一开始，它当然就是建，是在 base 啊 base 上面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就开启我们的 Jupyter Notebook，或者是Jupyter Lab，好了，我们用 Jupyter Lab，然后我们就用 Google Chrome 去开。好，所以在这边我们就选择 desktop，然后我们当然目前来讲，它核心当然我们用 Python 3嘛。那这边它因为是浏览器，我们就 Control Plus，好，这边把它按一下。我们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命名的修改 rename。这个是很简单的，Hello，所以这里呢，我们就做非常简单的一个练习，当做是 print。OK，所以我们就 Shift Enter。那所以这里面我们当然也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，我们看看 Ctrl C，Ctrl V，这边乘以3好了。Shift Enter，后面这里我们加上斜线，好了，然后断号，重要的当然要讲3遍，OK，所以我们这边呢安装的也很顺利，Python 3也可以在这里可以运作，我们当然会进一步的考虑去安装其他的。还剩相关的一些软体。